叮叮叮叮叮，兜儿，可以。打不过野，打得过塔姆，还打不过野。下一波应该打不过。中了奖怎么领？输入一下，不是输入一下，发一下支付宝跟真实姓名就可以了。我们直接拿个魔法师辣美，划不划算？直接拿了吧，这阵容反正就凑嘛，拿了吧，可以拿，可以拿，可以拿。先把辣美整到三，辣美三星3秒控制，可以用，可以用。想看看玩吴亦凡，不想玩吴亦凡，我就想玩把那个吃把鸡儿。千珏。分女儿，风筝他们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我要播种恐惧。正义之手比科技枪收益高，那我能不能正义之手加科技枪啊？那我正义之手加科技枪加蓝 buff 不就完了吗？不就都有了吗？我全都要。别问，问就全都要。给了两个阿卡丽，来陪我玩玩。我觉得这阿卡丽可以上去玩一玩。什么监狱都管不住我。小法需要3个水滴，银马要泰坦反甲龙牙。银马优先于小法，你放屁吧，还银马优先于小法，银马凭啥优先于小法呀？银马他凭什么？银马扛不住白打，那银马扛住了，前排全后排全死了，咋整啊？
这是宗师玩家总结出来的经验，效果很好啊。我不，我就小法优先于银马，咱一个人一个人玩法。你可以银马优先于小法，但我绝对是小法优先于银马。旧部难怪你上不了宗师，我连大师都没上呢，你让我上宗师，我坐火箭给你上去，我一下给你飞上去，还上不了宗师，你上宗师啦，在这叭叭叭的，你上宗师啦。我马上都转一了，我要上宗师了，你咋办啊？你怎么办呢？你说我要是上宗师了，你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开始卡了呢？完了，开始卡了。这怎么整？下边来小法，不要阿卡丽了。开始跳聘了，说啥来啥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下边给银马，算了，给个分女吧，正好打打连胜。这边给个女神之泪，或者是全套的，不要惨的妮蔻，漂亮。全套，给起来，给个分女。没有分女儿，没有分女儿，顶一轮。我要干嘛来着？你也是东拼西凑法呀？哪那么多同行现在？耗吧，可劲儿耗。银马来了，海洋向前奔涌吧，好卡呀，六银口开始给我疯狂飘小法，一百二，
说废话，多摇一下。完了，有点卡呀，兄弟们，咋办呢？好卡呀！哎，这延迟又稳定了。我听说你好像挺肉啊，不如我们俩碰一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只要别让努努把我小法吃了，问题都不大。好，打不过，太肉了，各地烦，各地挺烦人呢。各地烦，好，这波没有全套，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？大剑吧，来两个小法给我压压惊。哇，双法爆阿卡丽，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算了，我不想这个问题了，这青龙刀给不给呀？等一会儿再说吧。腊梅不卖，升三啊，腊梅，小腊梅。我看这天选腊梅跟不是天选的差什么玩意儿呢？1190点蓝，40点蓝，1190点血，法强100，法强80。这天选的腊梅多啥了？就多了点儿。没多法强啊。少蓝量了，40、80没走啊。看一眼啊，看看蓝条。啊，少了20点蓝啊，那行啊。那行啊，我三法师法强削弱了，法强正好就削到80一样的，给个全套吧，我看看这正义之手啥样。给完全套，剩下的给点那银马的装备。我不要那么多拳头，你给我这老些干啥呀？我不要这么多，我多了，这多了，多了，不用这么多啊。给个小法，这
没有能用的东西吗？没想到吧，我拼多多又来了。他整了个水银。他整了个水银，这把咋又有同行呢？算升了，可不容易啊！赶紧升！这吴亦凡打人咋不掉血呢？好弱哟！腊梅还不走，走了还怎么升级呀？走了不没三星了吗？不走，你放心吧，就这小法师啊，指定是没有天选了，不要了，就这么玩吧。先给个泰坦。嗯，我就不换，别我换，我不换。两滴血没打过，我决定给辣美上个龙刀，扛他一手。这小杰，这小杰挺烦人，没有水银还想玩夜影劫，我得教育教育他，必须得教育教育他。路都可以换，那你说换个啥呀？没东西换，没跟你说这拼多多法吗？就这么个玩愣，没有可以换的东西，换不了。小法师能一打五吗？不行。差点意思啊，兄弟呀、啊！
有个大的没放出来，让人打断了。常事儿，这玩意儿老让人打断，正常。现在就前排薛飞不是那么个肉啊。这波应该能给都他们都给他们杀了，这波别卡我啊，别卡我，别一样给我来一个，我受不了这刺激。现在底下这几个你一样给我来了一个啊，御剑仙是真的克制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看别人啊都图一乐，学技术还得蓝莲汉，锁着甲魔抗，哎，又开始了，怎么整的？服了，给个露露吧。这装备怎么给呀？快点给我点意见，这装备怎么给点，给点意见兄弟们。你看这小驴人没有，这刀锋都没下来过。电刀加羊刀，哎好主意。今天咱就决定了，这辣美呀、啊。就给他上点装备，哎，你看行不行？小法师差一张，露露先给一个。别动，这杰根本就动不了，看着没有，他没有水银，他就根本他就不想，别想动，根本就动不了，不让动他。瞬间爆炸，我上那露露都哪去了呢？声音口上莉莉亚还行，现在可上不了啊，现在这我又有点卡住了，兄弟们。你有妮口，我知道我有妮口，我明白。谁说莉莉亚没用呢？给我拿个法师转职，给谁转？给锤石转，
一会儿升级啊。实在不行咱就拿反甲，他要不让拿咱就拿反甲，拿个法师转职上六法。有莉莉亚没？刚才刚才有莉莉亚直接锁了。上个法转，小法得三呐、啊，小法，小法，快点来个小法，来一阵我把分局撇了，算了，我直接撇得了。小法，小法，小法师。小法师，别给锤死！千万别给锤死啊！我受不了这刺激。千万别给锤死！我受不了这刺激啊！我受不了，我可受不了啊！拿点钱吧，现在俺们一个三星都没有，这是有点烦的啊，这是有点烦的，这种情况不太好。银马一个没来，先把银马撇了吧，那波给个小法行不行？能不能给个小法师了还？给个小法师行不行？就一个就行。他死了就好除了吧，这大露露你瞅瞅，你把他整那么多个露露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快点死吧，给个小法师，给个小法师，他都死了，快给我一个。我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说哈了。吃，四分。
老母鸡就下没下来过，老母鸡炸的。打这个呀，瞪他吧，就这破玩意儿能吃鸡儿，我是不信的。你不信你也得信，你不信也得信，我要吃了。我就这一手拼多多，就是吃分。越南好像有点克我呀，这越南呢，上来先把这蛤子给我杀了，先点杀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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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蛤子发威了。这越南有点克我呀，这个越南呢，我的小驴人得先把他那个蛤子给他放左边，阵容搞一搞啊，阵容搞一搞。站位搞一搞。呀。反甲可以啊，锤石看来是升不上去了。小驴人上来先控一个啊，我看这小驴人上来先控哪个，这两个站这边，然后小驴人稍微往前面站点，锤石稍微往前面站那么一点点，差不多。先上来先控俩，先把这蛤子给他控住，省着这蛤子一脚踹出来我们不太好整。越南这么狠吗？这越南呢？啊，这越南，这也打不过呀，怎么能打得过他呢？想一想啊，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打得过他？我上个这个呢，就给控住了也都打不过，你知道吧？一共他就俩，他打我都生疼，我得整四个，我得整四个重装可能能。哎，又他妈第二名，哎呀真是烦死了，真的。哎呀，挺烦人的，这怎么又第二名，老第二名这谁受得了啊，把把第二啊，把把第二，没有一把是第一的。